就是那个不得了啊！但是因为我爸在台湾出现的时候去赈灾，所以有留一个房子给我，有留了一个大厦里面的一个。他说你回去那边可以住。没有没有，后来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。啊，我爸很爱艺术，那时候我好像三十六岁、三十七岁。我爸很爱，你哪帮我老几个人？大概三十个。我讲哦，那时候刚开放。啊，他说我可以过去办登记，就那个房子是我。我买，我在那捡哦，属于刘立，当时在国民党当兵。就说那。